吵闹闹，是安心不让皇后养病吗？皇娘子，你们这些下国之人，皇日一个个不要踩我一脚，好一群见风使舵的势力，还需去奉承谁？哪怕是皇子公主在此，倒是跋扈得很。好你个臭小子，你如愿的站在岸上看好戏了。皇后，皇后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宁家王府和你是居心骨肉的？什么鬼？不过是姑舅姊妹不同宗，莫要说得这么亲切。王陵，你阿嬷惹下，我可不伺候好。暂避，看哪个会听你说话。把王娘子骂走便是。过几日我再来为母后喝寿限宝。打死就赶紧给我闭嘴，都是你的。